我不要啦！你鸡婆哎，你真是英英没带子。英英没带子是海音，家里想做英英无代志，安尼写大家就知意思了。咱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韩伊的闽南语被读音未方检查，主要有英、喂、哎、安、英、勇，主要音皆是伫啥所在呢？咱来记了一下，厦门岛内老市区音英、河山音、哎、一米、东湾、哎、海村。安，喂是泉州的主流音，石狮腔鼻音落去会读作喂，哎，主要是伫晋江东石、南湾水头、石井、晋江湾海也会听到哎。安溪口音较复杂，喂、营、哎、安，拢总有人在讲。晋北、海顶、营、晋南、营。有的最后鼻音乱去，读作安、华安、雕塔、读安、漳浦、高电、佛潭、长底读阳，是袂够大就了咯。环境补充佮指正，毕竟语言腔调毋是单一的，无法亲像粗口涵盖一道就袂清楚的，特别是腔调交错的所在，加也复杂。